专案名称叫赛书本上面控嘛，啊，因为别人已经伤太重，我觉得我们还在杀猪控啊。原因是因为我在做卫星图，那卫星图的状况啊，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因为青春其实很有限的。然后前几天看到一个回应，哇，深有同感，有人说啊，新的版权资料公开资料的开放资料的授权应该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然后有人KC物就说，可是已经等了两年了，然后后面有人就说都老了，对啊，所以青春有限啊，跟政府乞讨资料还蛮心酸的。那不过很好在好像那个 NASA 有一个卫星图，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卫星图都开放出来，那主要是地景资料的研究。但是这以前呢、啊，在可能现在有很多 open source 出来，然后来可以说让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些 open source 把卫星图产生出来，但以前可能比较少人去碰这一块，或是这些人比较是专家在做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以把这个黑箱打开，然后不要再都没有画面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啊，如果科学研究啊或决策辅助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么多资料，但我们却不拿来用，好像很可惜。好，请问有哪里有计时？好 ，OK。然后譬如说以前那个政府有三老鼠，或是在要抓三老鼠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图？要抓盗采砂是不是可以有些卫星图？啊，这些其实政府好像都有做，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。那但是环境影响评估呢，等，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图来帮忙做决策？但是这个好像我们都没有用好。那到底做什么东西？像其实森林火灾可不可以用？然后或是地理变迁水库的资料有像 Lindsay 在台湾呢、啊，它有30年的一个资料变迁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图算出来，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？好，那像这个是科罗拉多的河川。那前几天在社团上看到有人说，如果有会面就来经过台湾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卫星资料来做比对？那这些都可以做。但然后我就开始做了，我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，开始经过漫长时间赛猪工，暂时有一些成果来跟大家来 demo 一下。那这不是为了要 demo， 主要是为了说，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有在用，而且是可以用的。好，然后那我们可以做地图的比对工具，好，地图比对工具，然后看这个这个可能会很慢，就是去看一下卫星的这十年水库的状况，去看一下卫星的左右。前后变化，好，赶快回来。就是目前已经有些成果了。那重点是呢，重点是需要人手。好，今天来啊，其实是希望有眼睛好的人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这个卫星图算出来，但没有人用。那有眼睛好的人来稍微看一下，然后跟我讨论一下。那前端工程，因为其实那个动画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做，但是我花更多时间是在做后面的运算的部分。那如果前端有人帮手，我就会很开心。然后所以对 Dark 有兴趣的人，因为我后端就在用 Dark 的部分。好，下午会跟眼睛好的人讨论一下，下午跟眼睛不好的人，好，眼睛都好的人，好，结束了，谢谢。